O K， 開波第二節，呢個係咩隊？誒犯規，誒走步，係走步嘅呢個係，啱唔啱？啱到 O K 啦。我集點解輸？攞住先啦。其實我本身諗住攞部 pad 出嚟嘅，今日唔知點解。心血來潮，最尾都係冇攞到出嚟，因為冇充電。白色十五兩分炒，深色嘅十五 D， 跟住 turn 咗，你下面你唔使喐成噶啦，唔使喐成噶啦，你停開啦，你停開。之後咧，你依度，跟住停開，然之後你望到白女就係白女，我叫你轉到八秒，大聲啲得噶，唔使驚喎。最後時間五秒。白色七號兩分入啊！係啦。嗱，你見到佢衝九秒嘅時候咧，你大聲就衝八秒正都得噶啦。如果佢話算係佢未起手，起咗手就唔係噶啦。進攻時間八秒，五秒進攻，三秒，深色嘅廿號三分炒，然後深色七號O板兩分炒，再O板，然後白色嘅十五，白色十五犯規嘅十五，白色十五犯規，然後係深色嘅七號有罰球射兩球。教你用兩下先，兩度呢啲咧，十分鐘就撳緊十四秒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要射唔到，要自己接翻十四。如果接唔翻嘅話，佢入你咪慢慢接翻。而家要點？18-15。18-15。炒一下。第二球都係炒嘅。點啫？十四秒啊？計十四。24轉咗。我以為啱啱黑色掂咗。我繼續白色先。係啦係啦。下面上攻。五秒。白色嘅十。33兩分炒。之後深色嘅15犯規。Timeout， 深色。時間7:07，比數18-15，白色領先。教練，等等，呢個點知啊？預備，你暫停喎，你咪吸咗成條啦。係啊，唔係做點啊？要喺度温，喺度温緊㗎。咁個波咧，其實咧呢個咧好好嘅，因為你一温。我意思是是 Jumbo 的，然後是白色開波，呢孖五攞翻出嚟。白色的望一望先，呢個是孖三兩分入啊，自己的。呢個深色六號三分炒的，白色零號 D， 零號攞俾十號。白色孖五三分炒的，黑色的七號 D， 白色零號，時間5:57，五分五十七，幾比幾？等陣下，20-15，白色領先。深色七號第一罰入嘅，有好用嘅。
你兩邊可以加分嘅，你加幾多？你加分咯，人哋問你分，你又可以答佢嘛。低分炒，然之後十五，深色十五，打咗啦。深色天鋪兩次，十五號兩份。偷波深色嘅二十加两分入啦，比数二十比十八，白色领先，时间五分钟，跟埋佢，跟埋佢，十五攞嚟呢个白色嘅啦，白色孖五三分炒。孖三 O 板，七號犯規，之後深色七號犯規，深色天鋪三次，七號兩犯，孖三得罰入嘅。都入，比数二十二比十八，白色领先。你喺度做，可以怕丑，即系点会挨八秒怕丑啊？深色嘅三十七号三分炒，白色嘅十五 D， 即系大声，其实冇问题，唔需要惊尴尬，真系。白色十五两分炒，深色嘅六号 D 啊，呢个系深色十五两分炒冇板，时间三分十秒。八秒進攻，五秒。白色十五兩分炒，深色嘅七號 D， 深色七號兩分入啊！比數二十二比二十，白色領先。白色，哎，全面犯規，零號啊，白色零號啊，他媽由白色啊，白色天鋪三次，零號三犯，佢太多嘢做啦，你試試下佢啊，唔係我平時計劃自己計埋死嘅，不過。我如果唔係，你試下做到死啊！係啊，我冇工作嘅，我第一翻工都冇工作。我見到佢扮到你嗌咗先啦，唔好嚟，真嘅，信我。二十二比一，二十。時間兩分三十秒。貪踎啫。二十二比二十，深色嘅二十兩分炒，白色嘅孖三 D。呢边白色，等等先啊！白色孖五两分入十助攻，然之后深色嘅十五犯哦 ，technical 犯规，十五深色十 ，technical。换人。系啦，深色十五就要离场啦，系啦。呢边白色嘅孖五一罚炒嘅，
深色六號三分炒嘅，白色嘅十六 D。深色天炮門，時間一分鐘。呢邊零號俾十六，白色十六兩分炒，深色七號 D 版。七號比三號，三號比三七，三七比二十。九八，進攻時間八秒。深色七號兩分入啊！比數二十四比二十二，白色領先。時間三十五秒。犯規，深色二十，時間十五秒，好嘅，第一罰，炒嘅，唔使企位，唔使企位，未射完。等埋啲球，等埋啲球。唔入啦。而家嘅話就24比22。炒嘅。O K， 第二節完啦，比數係24比22啊，白色領先。